时间比起来长大。还有我们的父神，是的，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一步又一步，让你来牵着我们的手，进入你的恩典里面。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到永远，你都要带领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父神，求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我们把我们的手缩回来。因为当我们发现要进入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一样必须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先进入他的苦难，然后才能够进入荣耀的当中。父神，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从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我们真正愿意借着要这样的诗歌的勉励帮助我们。父神，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跟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歌颂赞美你。愿你在天上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父神，我也愿意安静的聆听从宣传道的口中，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口中的分享，听到你对我们的训示。父神，更求恳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中做那愿意改变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就愿意改变我们，借着你来改变我们一生，让我们的人生从此以后可以朝向一个逆转胜的人生。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过程还是很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这时候我们恳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头到直到聚会的结束有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用最大的诫命来表明我们的信仰。预备，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阅读一段圣经，记载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来念，请弟兄姐妹仔细来听。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接下来我们要来请冲先传道为我们证道。冲先传道所要证道的题目是逆转胜的人生。冲先传道，请。